什么都不会，做饭还凑合。我的天哪，为什么？我吃你豆腐。你不是腰不好吗？腰哪不好，腰很好。你不来的时候咱们还是情侣照，你这一来多了一个大叔。大叔，你觉得你是直男吗？直啊，非常直，风情万种的那种直。你们给我来一个够东西的版本好不好？这个不浪漫。怎么浪漫？无恋爱会死吗？但恋爱一定会活过来。白艳玲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怂，你赶紧给我出来。我出来了。哇塞，我就只是担心你不需要。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都希望和你在一起。对，多吃点。你先来一口。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，我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。你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能陪你一起面对。现在就上小红书搜平行时空猜剧情赢大奖，一起瓜分10万现金。